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解说小趴。小趴最近帮一位回归的粉丝鬼吹灯刷好感度，他说只要刷到1500好感度，他就能获得一件网易的神秘礼物。这天呢，小趴是帮他刷好了好感度，然后他居然告诉我，网易送了他一件时装，但是这个时装的时间非常的气人啊，只有1天。小趴原以为可能会送个永久时装，没想到只有1天的时间。我去，看来是我想多了，对不对？不过小趴想着，既然送时装，为啥不送那件免费的时装呢？对吧？小趴在营地里说了之后呢，很多营友都说在哪儿哦，我也要。可惜这个人啊不是回归玩家，所以说他不能领这个皮肤。没想到现在还有这种好事情，看来小趴必须要告诉大家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个鬼吹灯的好感度全是小趴帮他刷的。哎，我真的是太好了，对吧？嘿嘿嘿。OK， 如果你们就是长期退游的玩家话，可以去回游，然后刷1500好感度，然后领一下时装穿一穿，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对吧？好的，最近呢，小趴营地又回到了那个忘川秋水，如果大家想加入的话，直接来申请吧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